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请大家入座。请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入座，谢谢。大家同心，老早哦，今日真欢喜来，大家吼、哦、分享这个课程吼。头先咱今仔日咱知影是这个访问日本国吼、哦、靖国神社。卫灵芝甲迄个天皇祝寿团嘛吼，啊，即摆咱看会到这两位大家长吼，是咱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甲皇后吼，啊，安怎对外称呼咧？吼，一般拢是讲，人会讲日本天皇那参像人咧称呼因，日本天皇那参像人咧称呼咱的四大人，哦，恁爸爸叫啥名？妈妈叫啥名？啊、哦，迄、那个你是猫咪人，猫咪人。啊，但是咱做事实，吼、哦，咱袂当讲啊，咱看到爸爸就叫伊个名，吼、哦，看到妈妈叫伊个名，咱就爱那层哦，这是阮个爸爸，这阮妈妈。啊，咱基本上咱是安怎称呼这两位的？亲上陛下，吼、哦，咱无对人讲日本天皇，吼、哦，对咱基本上咱为虾米爱了解台湾法律？因为咱台湾哩上重要一个重点就是了解咱到底是啥物身份，因为咱的身份本来原先就是正常的，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了后吼，啊去用占领，啊咱的身份就去用这个管理者用各种的方式甲咱做改变，啊咱就是恢复原状，吼、哦、恢复原状就是讲。等于原来，咱上真实的身份吼。啊，头先咱介绍吼，因为今仔日冬至嘛，冬至我相信足侪人咧食鱼啊，鱼啊红色的、白色的拢有吼。为啥鱼啊红的、白的？大家想看卖，是毋甲咱的国旗有关系？有关系哦。啊，迄、那个明仔就是咱第一本帝国大皇帝吼的生日。所以明仔会当食鱼啊，其实今仔食鱼啊，就用个庆祝啊。明仔咱皇帝生日吼，啊，咱足欢喜个心情。那么加一个红豆作为祝麦啊，红豆汤圆大家拢食过嘛，淋起来。而且红豆对咱大日本帝国来讲是有足深层个意义吼。咱说坐较长辈就知影讲，以前大日本帝国咧庆祝。足好个一个时阵哦，大家拢会煮红豆来食，吼、哦。好、哦，明仔载是黄纪2673年的12月23号，吼、哦，恭贺金将伯啊玉诞生日快乐，吼、哦！台湾民政府鞠躬，吼、哦，这是全世界怎啊拢网络上拢看得到啊，先刷伫网络上，咱透过这个镜头，甲咱的金上陛下。吼、哦，把咱的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哦庆祝，吼、哦，刚祝贺伊讲啊80岁大寿吼、哦。啊，即届即个是2673年的12月20起定吼、哦，啊，这相片咱的官方网站，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都看得到吼、哦。今日题目是台湾法律台湾，我叫做文青子吼。哦我出世伫昭和47年，吼、哦，啊是13届初级班，甲迄个高级的行政班第一级，吼、哦。听有台湾话举手，麻烦一下，小调查一下吼、哦。啊，听北京语，听无北京语的举手，无啦吼，来 OK。台湾法律台湾，日俗美占，日俗的日吼，
这不是日本政府哦，日苏美战不是日本政府哦，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哦，他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现在呢是美国占领中哦。那这个是台湾人唯一逃生的工具哦。这张海报是新竹州那个州长哦叶先生叶贤忠叶先生他那个提供的哈、哦，他这个。这张图就有很深层，而且讲到重点的一个意义所在哦。咱即马坐坐伫外口，吼，咱面对足侪，咱的同胞，吼，因拢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看无。那亲像他秘书长讲，火星要飞出去，伊要看玻璃啊，看袂到。咱知影伊是玻璃，因为咱足清楚的。那亲像讲，咱伫咧这个国际社会中，吼，咱读过。发力了，咱就知影讲啊，咱台湾真正个新闻者哦，看玻璃，唔免直直甲弄，咱用个位边啊碰个，吼、哦，坐位边啊去，甚至嘛唔免位，一定爱位这窗仔门嘛。伊窗仔门有玻璃，咱就袂去冲弄，为啥？咱有理性。发力个意思就讲，有迄个法律，咱用理性个思考方式来做思考，唔是用感情，吼、哦，用感情冲动了。感情冲动会很容易失去理智判断力的时候，判断力降低了，就很多做出很多错误的思考跟选择哈。啊，这是唯一台湾人的逃生工具哈。这个法理呢，就好像在这个茫茫大海里面那个救生圈哈，大家的眼睛都被遮住了。好，这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的法理宣传。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即将成为法理台湾的治理当局。我们是政府，不是政党。哦，这张哦，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我们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就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为什么写台湾民政府？因为一开始如果写这样子，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可能很多人会不晓得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写台湾民政府，大家就很清楚哦，这是属于台湾诶平民的组织，根据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来组成的一个合法的政府，吼、哦。啊，咱是政府，唔是政党。外口拢拄会着啊，恁那是政党，敢有要派人出来选举，要派人出来选议员？啊，咱就甲讲啊，咱因恁即马。诶，选举唔是正常诶体制嘛，因是啥流亡政府，哦，因流亡政府来，变讲是台湾独立当局，唔是正常诶一个国家诶体系，所以伊诶选举，那参像讲一个社区管理委员会，他选出主委，哦，选出总干事长，类似这样。可是走出社区之后呢，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吗？不行哦，因为他只是一个团体嘛。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哦、那这张身份证，我问一下哈、哦，在场的东兴有申请身份证的，请举起手一下。哦，大部分拢有哈、哦，嘿嘿嘿，哎、啊、对哈、哦。有这张身份证执证之后哈、哦，学生的就学贷款不必还。哦，在这边，既然看出来，它就会实现。哦，如果有。还在读书的同学，你也可以跟现在还身负背着就学贷款的同学，可以跟他讲，赶快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然后再问大家问题哦，认为你是这片土地的公民的，请举手。嗯，认为你是这片土地上的公民，请举一下手。哦、这个是那个洪中秋哈、哦，洪中秋那个事件之后哈、哦，那个一般。还不了解的，他组成的
公民1985行动联盟，哦，脸书上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组织有几个人按赞，我们就知道了哦，17万，有17万，至少有17万人来按赞。哦，实际上呢，拿这个证件呢，说是公民吗？好，我们看一下，它上面写什么？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哎，怎么会是公民？哦，是不是有问题？这张国民身份证呢，它的法律上的效力，哦，其实跟居留证差不多了。换句话说，你现在有拿这一张的，在外面走动、办任何手续的，其实跟居留证、跟外来的，我靠 AI， 这些来家。台湾的、菲律宾的、越南、泰国，吼、哦，来遮打工的，甚至国外来遮暂时居留的，摕到这张居留证的，同款。但是因会当选举吗？咱就想一下，菲律宾的、泰国的、越南的，伊暂时入来啊，打工伊敢有参加选举？无嘛，对不？啊，啥来摕一张去选举？有问题嘛？咱叫人骗去啊，哦。既然是国民，为何要做兵参加投票？普世价值甲国际基本常识来讲哦，公民才会当参与做兵甲投票。哦，这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吼、哦。你会问啊，中华民国为什么无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原因足简单嘞吼、哦，因为台湾甲澎湖毋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假使中华民国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必须按啊。返去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吼，就国际所有的认为合法的这个观念来讲哦，伊的领土是安尼尔，吼，要不啊，无包括台湾。所以你网络上你也看讲中国的领土也够有台湾的，你当阿讲，你是这张是你家己做的，唔是合法的。哦，为啥？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无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所以中国的领土也边啊个为台湾，伊就是违法，公开违法。咱会讲，会用讲讲，诶、欸，你是在开玩笑？哦，啊，咱就唔免甲伊对抗起来，徛袂掉。而且边啊个为台湾，伊边啊甚至个啥，伊连印度三、或菲律宾，哦，拢甲画画入去，拢算伊中国个啊。因为啥，因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讲我要当霸王，哦，才会安尼。哦，1949年10月7日了后，中华民国的定义是啥？恐怖组织。美国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到处征兵。中国武装难民是当今最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完全符合嘛？哦，你讲讲是国家，不是啊？鲍威尔，哦，包括所有的这些公开的迄个国际场合，拢有讲哦，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更不是国家，哈、哦，拥有武器，还是有啊，哦，还是有啊，还在拿武器哦，到处征兵。2019年4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官布朗的判决吼，这张的 case 吼，有编号吼，案号就是08-5078吼，原告的名叫啥 ？Roger C.S. Lin 吼，以及后边这就等于讲228个本土单人吼，这2008年交的吼，这个判决是2009年4月7日吼的英语。这个 case 在那个台湾的最终地位里面、哦、第三集原文的那本、哦、很大本的里面就有肯定这些东西、哦啊那个、第一本土单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单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单人仍处于政治联合中，第四台湾仍然在美军军事占领中，第五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吼、哦，这每一字非常重要，要注意吼、哦。原告，吼、哦，本土单人不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是啊 ，of， 为啥用 of？ 属于这个土地，土生土长的，为这个土地顶
生团起来，就用 off。红是啥？我物件凊彩黑嘞，黑倒来迄种叫做红。所以本土台湾人敢会用讲 the people 红台湾袂用的哦。The people 红台湾的意思是讲，连越南、菲律宾、甚至伫美国、澳洲来的，暂时踮伫台湾土地顶的，拢会叫用个叫做 the people 红台湾，因为啥？无属于这土地，甲参属于这土地。认定的人南站做伙，所以为啥袂当公道？足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讲大家用南南做伙，佮同款摕迄个证件分袂清啊啦，所以才无法多做任何的一个投票吼。这五点吼，啊，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一定爱记得吼，这足重要的一个五点。我相信足侪讲师吼，伫讲课时阵，这五点拢一直不断的强调吼。咱看后头呾讲政治联合，即个名词，啥物叫政治联合？吼、哦，就是即、這个。我相信大家拢有去参加过啦，吼、哦。假使你也想要搁，吼、哦，即、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压榨，起因就是讲，你搁咧领伊个选票帮忙演说，哎、欸，因就是流亡来遮，啊，需要大家支持，吼、哦，就透过即个选票选举。哦，因为我看相信年底我那因咧要啥选举嘛，哦，大家来选了后、哦，因为讲啊，恁着坐坐台湾人去因咧身份证，搁炸家己个印啊，哦，去参加选票时，毋是一排咧报到处安尼无，啊，着倒等，起来身份证看看个，印啊等伊，伊个白纸乌伊，甲时阵美国也问，欸，搁较济台湾人咧支持阮啊，啊，所以。阮就继续来通知啊，讲会过去啊，因为因拢接受阮啊，毋是接受迄落有诶无诶嘛，吼、哦，因就安尼讲，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去参加因投票，你就代表你支持因，无论伊是正当合理诶，还是无合理诶，甲你统治无合理诶制度，拢无话讲，所以伫外口诶抗议诶暗号，迄全世界咧甲你笑啊！因为啥，你欢喜甘愿的去投票嘛？投嘞，伊对你歹正常啊。因为啥，代理占领的一个流亡体制嘛。哦，为洪中秋事件来看 ROC 的兵役法，兵役法来对于就特别的讲，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的义务。伊叫啥？男子哎。正常是应该写公民，伊写男子诶，中华民国男子，哦，公民的字眼哪里跑去哪里了？无去啊！瑞士，即大家拢熟悉的国家，正常的国家就是澳洲诶中立国吼、哦。瑞士的兵役法内容是怎样？瑞士公民在年满20到60岁所应服的兵役义务可分为三阶段吼，加上我写吼。搁家己出来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勤修好，哦，1983，哦，家己做诶，结果伊家己诶法律诶写男子，明知故犯吼、哦，来，迄、那个主权吼、哦，台湾主权何时建构？那来看下伊个1895年诶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哦，伊本田宏拥有台湾，伊开7年。Conquest， 哦，征服嘛，吼、哦，征服。即村诶，即个西东半部这边诶，吼、哦，咧大澳来做说明，吼、哦，日本天皇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花了7年。然后接着呢，在1937年皇民化运动，说日本话，取日本名。然后再来到1945年的4月1号，颁布了行宪诏书，实施了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哦，在台湾，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不是和平宪法？不是哦。哦，现在日本国的宪法叫做和平宪法，是战后所由麦克阿瑟参与，把原来的明治宪法第4条跟第9条改掉，变成现在的和平宪法，也就是现在的安倍晋三，他现在所率领的，哦，希望把和平宪法。把它改回来，就是承认刚刚我们看的金上陛下那两位，承认他是日本国的
最高元首的时候，他的现在的地位也就会不一样了，哦，法理地位就会不一样。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钞票底下这一排钞票，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这张，第一张拿到的第一眼一定会看到钞票，然后再去看这个，对不对？哦，那我们先看那个哈，《马关条约》之前，大清拥有的是不完整的台湾领土权，是一只蚕嘛？哦，这个还是外国人画出来的。你看那个当初的大清帝国，他们讲清朝，可是我们就正常法理的观点来讲，我们要尊称他们为大清帝国哦，他们叫大清帝国，叫清国嘛，因清国。那若讲清朝哦，因那清朝，咱的身份就变讲咱甲伊共国的，那讲清国哦，明朝，因讲明朝，明国，明天的明，国家的国，因为是一个国家，袂用讲规个传播因的朝代啥，其实迄拢是无正确的观念吼、哦。每因讲的每一个朝代，其实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国家，像因讲的唐朝，唐国。哎，不是吃的唐国，唐国，过来民国、清国，吼、哦，咱所以咱尊重人，像即马因咧讲大陆，吼、哦，咱卖讲这個，因为全世界有五大洲嘛，吼、哦，欧亚大陆，吼、哦，非洲大陆，南极洲，哎，拢是啊，拢大陆嘛，啊，美洲大陆，吼、哦。这全部拢叫做大陆，所以咧讲大陆的时阵，迄学员去讲，诶，咱啊，咱爱甲讲正确的，正常是爱称呼人国家中国，咱隔壁就是中国，唔是大陆，哦，所以基本上咱一定爱做这个，甲引导去正确的，哦，迄、那个1945年4月7日之前所使用的纸币，哈、哦，那看下面顶下啥，台湾银行的。台湾银行，好、哦，1945年4月1日所使用的纸币，明天叫啥？日本银行。这代表什么意义的？台湾自1945年4月7日开始，已经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因此呢，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好、哦，啊，这个详情哦，这个网站大家来介绍，就是讲，即马讲啊，输入吼、哦，要搜寻嘛吼、哦、，Google 啊。还是其他的搜寻，那会记就是输入这几字吼，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的找有啊，吼、哦。你头下看的那只蚕牛啊，吼、哦，安怎来的？因为当初这所在6个屯垦区的，吼、哦，清国他在台湾这个岛上，他所建立的是屯垦区，也就是拓殖地，拓殖地。代表意义是领土吗？不是领土、哦，他只是来这边抽油水的。哦、是平埔族，那一只蚕的部分就是平埔族的部分、哦。那个我们的议长，那个潘良华潘先生，他是在这边马卡道族。哦，他们知道了、哦、然后那个这边东半部部分足强的叫啥高山族，所以咱在是听的高沙义勇军。为啥叫高沙义勇军？咱知影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有发生战争嘛？谁较厉害？武力？大日本帝国甲清国两国在战争的时阵，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武力是大日本帝国较强。哦，大清帝国足烂的啊！你看啊，遐济国家，八国联军一开始，英法联军。鸦片战争的怕输啊，搁咧滴滴啪啪啪，啪到最后八国联军输起啊嘛，甚至甲单纯甲咱大日本帝国战，迄个下关条约安尼就是安尼定起来吼。大日本帝国当初的迄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哦，伊甚至搁甲上战争啊，卢西亚就是俄国沙皇，吼、哦、伊俄国沙皇等于是当初。欧洲上强的一个国家吼，伊的所有的陆军甲海军足强的。有看过，我先去问一下吼，有看过未来日本台板上之云的，请举手一下。板上之云，我看过哦。哦，迄个就是咧讲迄个日陆战争，吼、哦。
所以内底咱会当即个影片另一头有机会吼，不妨大家去看卖吼。内底讲啊足精彩，完全是照即个大日本帝国的历史吼所编造出来，咱全部甲看，你就对咱原先的大日本帝国足深的一个了解吼。迄、个昭和陛下的行宪诏书，咱看者吼，即个就是行宪诏书吼，即、个是皇帝的印吼，玉玺吼。昭和20年4月1日，内阁总理啊，小矶国昭，伊内底一个吼，咱相信前几天有听到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有一个代表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甲日本政府去签投降书的是啥？丛光葵，哦对啊，丛光葵是啥？外务大臣，哦，搁啥？大东亚大臣，丛光葵伫遮吼。所以这诏书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保障啊吼。日本国台湾的行宪纪念日，吼，这嘛爱记咧吼。公元1945年4月7日是大日本国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这是基本常识。吼、哦，因外口的唔知影济济，像啊4月1日愚人节，咱有阿讲真实的，你讲的愚人节是法国的节庆。吼、哦，法国的节庆可不可以全世界通用？那个只有在法国在庆祝啊。愚人节是法国的，他不是法国人，他在这里。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的领土，所以4月1日是什么正常的、合法的日子就是行宪纪念日，4月1日。哦，这前面也给的哈。熟悉的甲咱讲吼，颠倒咱个反正嘛哈。1945年的12月15日是啥？愚人节。流亡政府啊，他来这里是美国当初把他接引过来。让他收留，暂时待在这边。当初美国有打算要让他们去哪里？广州，你可以流亡到广州，要不然到东南亚，甚至是菲律宾，甚至还有请蒋介石跑去哪里？日本，叫逃亡去日本啊。好、哦，为什么来这里？因为经过种种的评估，还有包括蒋介石的老婆宋美龄，她在美国游说，所以才能够让蒋介石流亡来台湾。他首先也没有进来台湾，因为他在先在澎湖待命，等美国同意之后才从澎湖回来台北，而且也不能乱跑，他只能在台北啊。哦，那个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 嘛，他正确的名字叫什么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哦，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他这个单位呢是愚弄诈骗本土台湾人的假节日，12月25日，基本常识哦。你看，果然把我们台湾人玩在手里哦，到处乱改。我们看到很多桥墩，包括以前大日本帝国在台湾的建设，像那个东西横贯公路中横，大日本帝国在台湾他建设的，伊建设的，吼、哦，伊拢搞外靠加因的物件，然后讲这是因建设的。包括铁路嘛是啊，然后流民船去的，唔是，迄是大日本帝国去的，哦。他的那个征兵吼、哦，实行文里面吼、哦，他这个上面都有白纸黑字做记录吼、哦。他们本岛人，哦，他们那个本岛人跟内地那时候就有在用了吼。哦台湾本岛人含高沙族征兵制施行准备哦，指令案你看内阁总理大臣盖的，白纸黑字哦，对的，国立公文书馆，好、哦，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昭和18年9月23日，台湾国际地位必须正常化，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为何有两个受降单位？因为在国际战争法原则下，当时台湾不是殖民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哦，这照片有点不太清楚哦，因为这是海报翻拍的，待会再跟大家做清楚报告分享哈、哦。
那为何台湾光复之后，中华民国的钱币不能在台湾使用？因为它是啊，代理占领台湾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有两个钞票哦，上面这是什么？印下叫做民国26年，啊，这也看一下，民国37年哦，还换成这两张。哦，面顶啥？中国银行，下骹啥？台湾银行。中国银行伊啥？伫因个国家才用个使用，但是来台湾，伊则用台湾银行做钞票。咱就反正头早等下有甲看，1945年4月1号这一个界线之前伊啥？台湾帝国伫行宪诏书来之前伊种啥？台湾银行的银行券，好、哦。1945年4月1号了后，才开始用日本政府的钞票，所以这方面人也看得知，为啥伊拢一直用台湾银行？伊即马是用中央银行，是啥？造法轮，好、哦，企图啊就地合法。好、哦，今年的6月7号星期天哦，《自由时报》里面有写吼、哦，那个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的部分，是大日本国的领土，哦，为什么？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那一年10月25号，1945年10月25号，历史的原点，大日本国台湾公会堂，就是因讲的中山堂外口的总控，这台啥？照相机的，较大台。哦，啊，内底徛伫遮，较侪，侪侪，大本地国台湾人吼。哦内底工会堂内底，1945年10月25号工会堂内底受降典礼，吼、哦，咱看这苏俄的、美国的，这啥？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海军军旗，这样英国的国旗，吼、哦，徛伫遮。从工会堂外鬼牌坊看见谎言跟事实，吼、哦，要看面顶的美国国旗，吼、哦，你看啥？台湾光复。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啊，咱看这面顶吼，主要占领全国美国的新条旗吼，这68年前的相片，伊出现意义啥？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分配占领权好像蒋介石元帅，不是中华民国，伊是蒋介石元帅，因为当初中国有三个政府。合法的政府是南京政府，就是汪精卫、汪兆铭的迄个南京政府。是全世界公认的。蒋介石是重庆，也重庆政府是叫做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伊毋是正常的政权吼。另外一个是延安就是毛泽东吼、哦，毛泽东迄个政权，所以中国敢一个政权是正常，就是南京政府吼、哦。啊，当初伊就是南京政府就是汪兆铭嘛，伊是对。盟军宣战，所以足趣味的是这点的是哦，中华民国是对谁宣战？正常来讲，对同盟国宣战，那是正常的。好、哦、啊，蒋介石等于是中华民国来的叛军，叛军一对大日本帝国宣战，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的本土台湾人是什么关系？很清楚，跟我们是敌对，我们是被占领的。被美国跟中华民国两个流亡政府占领，就是这样子哈。那看到这个哈，它底下伊下骹写这個台湾光复，根据国际战争法的定义，1945年10月25号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应该是要写啥？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哦，这正常是安尼。1941年12月8号到。1945年9月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从来没有到过台湾、欸。哦，大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蒋介石集团在这里动手脚，为什么？他要制造政治炼狱的起端，这是开头，一开始就知道瞒骗我们。哦，1945年10月25号，大家听到，哇，咱国家战败啊，咱的大皇帝宣布投降，心内是怎啊，足郁卒的。雄雄因去卖骗啊！啊无啊，你会用个唔免做因个国民啊，咱一定会用来做中华民国国民啊！大家想，哎，嘛有理嘞！我真白啊！啊雄雄好康个来讲，啊我会用个做战线国，啊就去啊！
一开始都这个观念都好势个啊，为会当过好生活的状况，变个过去变政治炼狱的囚犯，都爱叫人关入去啊！吼、哦，为啥过叫鬼牌坊？两粒目睭，吼、哦、鼻啊，一个嘴，甲所有台湾人为这个嘴食入去啊！啊，因固伫遮，关于内底永远袂出来，68冬啊！哦，那看这吼、哦，为啥叫做海军军旗哦？这因家己的教科书哦。1915年左右的中国教科书内底有讲哦，中华民国国旗是啥？五色旗哦，哦五色旗哦。1915年左右哦，注意一下年份哦。陆军军旗，像迄水车，人迄正常的人，迄做餐人迄用的打水车的水车哦。啊，过来，人家叫车链就是安尼吼。海军军旗，做清楚的哦，啊，考考。一麦克阿瑟一号命令代理军事占领中国 军事政府之中华民国海军军旗，哦，这是的海军军旗，这样中国国民党的党旗。1945年10月25号，台北工会堂受降典礼，一当时个改做国旗啊。事实上来讲，吼、哦，这个、年份来讲，伊正所做的任何决定，还是因家的代志，但是全世界公认，就是安尼。这边才是正常，因为是正常。1915年，那是因是正常的国家。1954年变流亡政府啊，哦，伊变安怎安怎空气灾劫啊，哦。195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才确定为国旗样式，骗啊，哦。1945年，大家都知道他是海军军旗啊，过来改国讲那伊是国旗，大家笑啊，你骗人了。哦，各国的国旗为什么蒋介石海军军旗？这是正港的吼，中国战区的首航典礼。哦，这是何应钦，啊，这就是日本帝国皇军代表。哦，海军军旗伫遮。1951年5月吼，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听证会上说吼，在法律上，台湾仍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1951年9月8号，美国与48个国家参加签订《旧金山合约》，由美国主导和平宪法，新日本政府放弃新日本政府对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台湾主权权利。哦，他现在的日本国哈、哦，跟原先的大日本帝国的那个领土范围不一样。日本国先那个。政府的他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哈，基本上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国跟九州，哦，是后来的琉球返还 Okinawa， 所以再加 Okinawa 进去，哦，那个大概是1972年左右的事情了哈。那为什么48个国家？我们记得哎，51个国家，那变48个国家，因为有3个国家无参加，好、哦，苏俄、中国，中国有2个嘛。分袂清楚，还佫加一个上印度，印度是较讨好中国，所以主张讲，哎，台湾应该向中国，所以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合意，所以印度嘛无签。吼，新台湾论里面这边都有讲详细的说明，吼，那看一下哈。新台湾论的第41页上方的资料，哈。他这有第十点哈，1950年5月5号，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称哦，那新台湾论缅甸在参议院头前跟人家加美国哈，不要紧哈，因为法理上台湾认为日本帝国一部分 ，logistically Formosa is still a part of Empire of Japan 哈，然后新台湾论的第431页中央的一个资料哈，1946年1月12号。他们的行政院以节参制第01297号训令，擅自把本土台湾人的日本国籍一律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违反国际法、海牙公约及日内瓦公约。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的法规，公然违法哦。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为何有2个受降单位？哦，刚刚看那个海报不太清楚，没关系，因为翻拍的嘛，放大给大家看哦。两场，这一场比较先哈、哦，
1945年9月9号，蒋介石元帅派出何应钦代表在中国南京接受大日本帝国皇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投降书。哦，投到咱看中国战区彩色版的，这个很大哈，中国战区哦。美国麦克阿瑟以第一号命令由蒋介石代表盟军投降。哦，1945年10月25号，大日本国台湾总督府的总督安藤利吉这位哈，将投降书交给中国受降军代表陈仪。哦，很多人没看过陈仪啊，李杰，陈仪李杰。哦，太平洋战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台湾是太平洋战区，这张图很清楚了吗？好，哦，美国呢，古也弄大批啊，就等于大日本帝国的部分，包括整个菲律宾、东南亚，这个就通通都是把它全部拆开来的哈，哦。台湾在这边，美国主要占领全国，中国战区是他们自己的。哦，你若讲阿嬷是日本人，你若爸阿母嘛是日本人，为何你变成中华民国的人？想看卖？哦，这福州天本，我相信大家有申请，台湾政府申请，拢手中拢有这个物件。咱小可现一下，为什么奇怪？那会形容变安尼？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如何被改变？一张啊，人一台的。哦，这缅甸山截餐字，对，然后让咱看的哈，清晰版的这。行政训令让本土台湾人从此关入政治炼狱，截餐字第012号、97号。哦，你接，好，要下哦。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之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34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哦，迄天受降典礼都恢复国籍啊，有厉害哦！明治宪法伊内底就讲，你若讲伫台湾，你讲无愿意做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无要紧，你用个当个家己的国家，有2年的思考期啊！哦，完全合乎万国公法，但是伊这呐公然违法。受降典礼迄天的集体规划，变成国家的人，阁无经过咱的同意吼。中国流亡占领军持续迫害本土台湾的罪状的这张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戒严令，这谁颁发的？陈诚，伫中国广州都颁布这戒严令，因为现在颁布这个戒严令，为了要维护他们中国军政府持续在台湾的军事管理，所以发布这个军事戒严令。哦，因为中国军事政府才会当一直伫遮，不会叫人赶走。啊，毋是当初啊，毋是韩战，因可能爱叫人护走遐。因为当初美国有做种种的调查甲研究，认为这中国的占领军无能力占领台湾。吼，哦，所以有安排讲可能没有去菲律宾，但是因为韩战，甲因救去。好，变成讲伊阁继续伫遮，哦，之后后来迄个美军顾问团，哦，即个所有拢我讲的即个资料吼，咱会当为迄个新谈论内底慢慢去掀，好，哦，有英文版你也可以慢慢看，哦。台湾人的苦难就从这一章开始，都拿过了，哦。1949年6月15号，台湾经济大转变，40000块比一元折成新台币，4万换1块。当时1949年6月15号，好，哦，报纸让我看，这是大日本帝国本土台湾人的存款簿，哦，遭到中国占领军政治迫害的人数，吓哈济，数间房谍，一般治安，24万3千282个人，唔止吼，
关于伊巴得十五万啊，无交内底，拢无交内底啊。三个阶段，哦，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走到这个阶段哈。我们了解一下过去哦，美国打派日本天王将日本台湾处分，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元帅底下有两个单位哦，军政单位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民政呢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哦，有两个单位是代表什么？台湾，他来台湾之后变成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什么时候开始运作？1949年12月10号。好，这时候呢，因为领的身份证，他们的身份证啊，我们都叫识别证啊，本土台湾人的公平跟正义都不见了哈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见了，被他吃掉了，通通混在一起啊。国际战争法下政治台湾的现在，就今晚咱看伊那台面上遐，因就是今仔这个阶段哈，包括这些单人也未申请。但政府身份证的，因都搁持续伫遮，咱来甲因救出来遮。台湾遮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哈。但关系话内底，美国国院底下 AIT 民间组织，让中国流亡政权持续哈来奴役台湾，将中国中华民国占领军改名成台湾占领军，自己当局啊，台湾 Authority 哈，必须听命于美国国院政治主导。最主要的证明。你看，因选的选举，迄总统选出来经过啥？还有美国总统的贺电，伊才用上伊门。小明显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阿扁啊。伊选好了后，迄秋意啊，带一群人去冲动迄个选委会，要打迄张公告，为啥要遐弄？不要打，不要打。迄是因的口号，其实上主要的啥呀？迄张选举公告，然后公告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迄张也打出来。翕一张相，美国马上总统伊就贺电，马上就传过来，啊，恭喜你当选，当选啥？台湾第一当局的局长，他是局长，所以也用讲 president，president 足济意义，你不用做当署长嘛，用个 president 啦，哦，啊，做迄个一个法人呢，领导人嘛，用个叫做 president， 其实 president 这英语名足济。诶，意义伫底哦，毋是讲总统能也当用啦吼，所以决定嘛是叫做 president 啦吼。美国完全看不到本土台湾人，是因为流亡台湾的中华民国发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的身份是啥 ？The people on Taiwan， 南南做伙啊，看袂出来，我看袂到台湾人啊，因为大家拢领中国的身份证，吼。国际战争法下法理台湾的未来上，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军事政府亲自占领底下形成的两个单位，军政由美军亲自来做管理哈，民政方面呢由台湾民政府，就是我们哦，将来执政哦，美国现在不能说看不到本土台湾人，为什么？美国自己制作台湾公民身份证，这些已经申请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Taiwan。回到历史的原点，他把我们改过来嘛，我们把改过来的恢复原状，就这么简单，不是改来改去哦，我们是恢复原状，我们被人家改掉嘛，改掉就恢复原状嘛，我们恢复原来的身份嘛，就像这个识别证啊，这个识别证可以代表我吗？不行啊，这张才是真正的我。终止台湾人的苦难，从拥有台湾政府身份证开始，充分合法证明你我是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人民。哦，这张才是真正的哈。它底下也有法源，有没有？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第四条 B 款与23条的 A 款。哦，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这都有法源的。哎，是。这个台湾政府，你这题目问题很好哦。其实台湾政府，它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试行运作，所以叫台湾政府。对。啊，谢谢你的问题哦。
那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首创特例哦。那美国有跟伊拉克打过仗，大概打赢了，为什么没有伊拉克关系法？那中国不是跟中华民国很好嘛？那怎么没有中国台湾关系法？哦，这有问题的哦。美国在1978年12月30日与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断交后，为维持反共盟友与利益，建议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在1979年4月10日开始施行，那追溯到1979年1月1日，使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成为美国国民底下民间组织台湾自己当局（台湾 Authority） 拥有管理权。他们现在一样有管理权哦，所以我们怎么样？不要跟他对抗，我们只是跟他讲，哎、欸，假设的我们是台湾民政府吼，安怎甲讲，就平和卖讲，啊，唔好甲伊对抗，好、哦，安怎？咱是讲法理，我们是法理台湾，他们是政治台湾，哦，政治台湾，它会成为过去，将来就是法理台湾，哦，那对过去没关系，它是个过程嘛，对他尊重，可是我们不要跟他对抗，为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哈、哦，爱给的。美国政府回避所有必须承担处理流亡中国人的政策，不责任哈，不愿意亲自占领大日本国台湾，严重延误台湾地位正常化，将本土台湾置于政治炼狱，罔顾本土台湾人的人权。所以啊，我的秘书长林志升博士在2006年10月24日与228位本土台湾人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控告美国政府罔顾人权了。政治炼狱就是用各种方式把人关在里面，哦，他只是我没有被绑，哎、欸，我没有啊，也没被绑锁链啊，嘛不像绑锁链啊，绑手铐啊，那也叫做政治炼狱，迄就是政治炼狱，逐工互你足艰苦的，哦，薪水头也懵嘛，一直落，物件一直起，啊，人想袂开就有诶无诶，逐工新闻看遐，迄拢因造成诶啊，哦。到底台湾出了什么问题？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宣布投降，日本台湾是被美军占领下的地区。根据占领法规定，占领地最终处理目标是要将当地主权权力交给被占领区人民所组成的平民政府，当地的合法政府，将主权权力。什么叫主权权力？管理权呢、啊？哦，但是美军却把占领权委托给蒋介石元帅。造成1945年10月25日的为台湾光复事件 gay 啊，哦，一夕之间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变成战胜国的国民，就这样至今迷失了68年，公平和正义就这么被牺牲殆尽。由于占领区内都是战胜国国民，所以68年来在被占领区内没有被占领的人民，所以呢，美军无法协助该地区人民形成平民政府，而该地区人民的人权，包括公平跟正义也被牺牲了。如今被占领区台湾的人民已经认知自己是被占领下的人民，因此美国必须协助被占领区的当地人民跟后代来成立，才算是占领区的当地合法政府。哦，这张台湾政府身份证是什么？美国印制，美国国土安全局部，核发电子晶片台湾政府身份证，证明你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啊哦、外面有很多我们看到说，哎、欸，很多单位，哎、欸，30块来询问询问证，哦，啊，缅甸的要问看你有美国国土安全部合格的迄个晶片，无嘛，迄家己压印的，家己做彩色印刷，嘛叫来询问询问证，迄种识别证尔，哦。终结本土台湾人苦难的曙光人，林志升控美案，好、哦，原告是 Roger C.S. Lin， 那他的跨轨哈，五项判决哈、哦，这些在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都看得到这些东西哈。2011年8月1日，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开始实施，接受本土台湾人的申请。2011年12月31日，台湾民政府举办忘年会与发放首期的台湾公民身份证。那今年的9月5日，哦，台湾民政府华盛顿 D.C. 酒会跟记者会，持美国核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的台湾民政府中央内阁人员，均由美国海关公务门进出，哈、哦。那我们这边哈、哦，有位那个参加过
华盛顿 DC 的那个学员哦，今天有在场哦，我相信很多新生大家都知道哦。那能够成功经过海关公务门的台湾民政府，你看那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有没有效？哦，一看就知道，都完全验证了，海关验证刷卡有效使用。哦，今年的9月5号就 OK 了哈、哦。第一届日台精英会议是什么时候？今年的3月13号，有一位日本国的那个中将哈、哦，大串康夫先生在会中语带严肃表情向秘书长询问：“我担任28年日本国的自卫队，来过台湾14左右，发现日本人和台湾人都很尊敬李登辉先生，而且现在台湾人要求维持现状。”为什么恁台湾民政府要把中华民国整个吐吐掉？我相信很多人坐不了解，同样会问这个问题。啊，就好好啊，啊是生活较艰苦尔。为什么恁台湾民政府要把执政啊，人赶走？同样有这个问题嘛，对吧？哦，咱来看卖啊吼。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回答跟解说吼，这68年来吼，本土台湾人家要求两件代志：第一是公平，第二是正义。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这两件代志，而且顶礼拜吼，就是3月13，迄个顶礼拜，美国甲咱讲一个秘密吼，机密，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拢去中华民国做记号，吼，咱看这张身份证吼，这张身份证大家有闲等下看，正面这嘛，变过来妈妈这边，诶，右上角，你小可照一下，光一下，吼，用物件去刻的，刻一排数字。哦，迄就是政治炼狱内底囚犯编号，哦，囚犯编号拢伫缅甸。迄因有因家己户政事务所的人，包括因的行政单位，拢了解迄个秘密，但是咱详细状况唔是足了解吼、哦。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因的01、02、03、04，拢有因的特殊意义，因为家己人，所以因有家己的利益。18%等于说银行存款去申请贷款。完了有特殊的利益，黑白河嘛，甲咱分啊足清楚的，所以因讲迄一挂政治，因不讲啊，拢不要紧啊，卖分啦，卖族群对立，真实的吼，咱就阿讲，你身份证黑白河嘛，就是族群对立啊，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这是对咱本土台湾人上大的一个啦。虽然咱面呢，吼、哦，依照囚犯是面顶个刻字，甲你画，讲来做记号嘛，咱是。客因的身份证，迄白的受益的是咱的囚犯编号啊！哦，此时在座的日本国人都很惊讶惶恐。吼、哦，秘书长接着说：“恁日本国的人嘛，唔免伤欢喜，甲心存侥幸，恁的客人甲阮同款。吼、哦，因为日本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环境真好，当然日本国无法度接受秘书长讲的话。吼、哦，秘书长有讲吼。哦”日本天皇投降的那时候，盟军害怕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就这样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我们看到这个大日本帝国那个地图哈，北方四岛给苏联占领，哈 ，Okinawa 到联合国托管，岛边的独岛，哦，这和韩国占领，南部的台湾福尔摩沙和蒋介石占领。日本的本岛由民军亲自占领，哦，唯一的目的是以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哦，因为前科一堆啊，就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发起嘛，短短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起来，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全世界有这个刚刚，即个今年啊，即个今个吼，足短短时间阁轻轻的阁反击。所以也想讲，家己拆拆，拆拆变分啊，散散，互你无法度团结，吼、哦，内底的人所有观念该洗清，家己分族群，互你无法度团结，无法度团结，你一个国家无法度团结，就无迄个正道啦，伊就无法度家己统治，就是安尼吼，啊，继续看嘞吼。预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关键在这个地方。当时开始占领的时候，美国在现今日本国安排了100万的韩国。哦，咱看伊呢目前迄个社会状况，左派的，哦，拢咧提倡反对足侪迄个政策吼，迄、哦、就是韩国人在台湾安置200万的中国人，
这两个地方的100万跟200万的人各自掌握各自区域的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哦，所以咱只要看台面上的政治啊、经济来讲，其实讲一口罩，政治、经济各方面，包括演艺圈、生活圈来讲，他们的领导人拢因家己人，哦，因的影响力非常大，甲目前为止阁无减，哦。日本国大川纲部中将听取台湾民政府秘书长解说后，表情很开心呐、啊。我、哦、了解啊，我甲你马西达啊，欢喜噶。哎，一个台湾两个政府战争结束后，本该就没有交集，是两条平行线哦，两条平行线。哦 ，OK， 这都一边嘛。哦，中，美国台湾占领军的高优蒋介石元帅出来这顶人哈。哦伫个只，个当时呢，国共和解，中国内战结束。2011年的6月29号 ，ECFA 签了和谈啊，开始赤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开始赤化，然后伊就爱开始离开啊。哦，因只台面上就唔敢讲只啦，因为不拢报一挂无关痛痒的新闻，闽啊惊大家知啊。哦，啊这条正常诶。发立德咯，好、哦，开始安尼落来。美国发立修宽哦，啊，下骹即撮诶，下骹即撮是战争法诶流程吼，宣战，吼、哦，甲军事政府诶成立，军事占领，成立军人民政府，啊，然后正式政府结束军事占领，撤军，正式主权国家，吼、哦，啊，下骹即就是咱。这个所在的地址哈，这他有看过啊？哦，这五个判决，希望大家也记得。像是控美案原告 Roger C.S. Lin， 哦，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台湾人民请勿上当，台湾民政府祝你平安。这怎样绑帽嘛？台湾秘书长讲，大家拢要说台湾民政府，包括今麦台湾治理当局。哦，迄面旗啊，顶头面顶伊是用迄个青天白日嘛，顶头面顶蓝色会较红诶，迄就是当初在日本帝国台湾呢一个人叫啥蒋渭水，伊组织诶一个党派，伊摕迄旗来做因要做台湾民政府，因诶台湾民政府毋是咱诶台湾民政府啦，因想要做，但是基本上还是无合法的，因为因安怎改，因诶身份无变。流亡政府、台湾治理当局，他其实那个旗帜改也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法律卡袂掉了哈、哦。美国司法部跟台湾民政府的往来信件，哈、哦，叫做 Mr. Roger C.S. Lin， 哈、哦，这里有写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是当初一开始的，哈、哦，华盛顿 D.C. 的地址，当然即马有改了，哈、哦，有改迄、那个即马官方网站，伫台湾国际法理。读书会缅甸黑白英译，就是即马上新的地址哈。这个较有写哈，这个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个看这签名。哦，台湾民政府基金会注册文件，这张炸雷先姑的，哈、哦，你比如讲拄到一挂争议事件，像伊零检，你看你。咱出去基本上咱就炸台湾政府身份证的话，因啥物证件咱免甲炸。你证明咱身份就是一张摕出来，包括我本身，哦，本身我比如讲暗时较晚去拄到临检，啊，伊讲要求我摕证件出来，我摕一张，啊，伊只个有问题，一张我甲伊摕出来，英语的啊看无嘛，咱就甲介绍啊，哦，咱就讲，哎、欸，警察先生，你看一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你们高层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哦，那看哈，他 CG TCG Foundation。Foundation 基金会，基金会他参起，伊即马甲即马即，因为台湾地理宗教会无共，因是家己有会计，对不？但是即 Foundation 就是另外一个基金会来监督这个行政单位，等于有一个账户。但是即就用重建基金，就是入来即个 Foundation 内底，毋是直接拨个行政单位。所以行政单位譬如讲要查销，伊直接为基金会去查就好啊。吼、哦，所以。甲想所有诶笑话，得为 foundation 遐得看清楚哈。哦，华府办公室外观，
哦，华盛顿 DC 大楼，哦，外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哦，华府办公室的内部相片，将 TCG 基金会全新更名为台湾民政府基金会，是一张哈，这来对有写，哦 ，Roger C. S. Lin President， 好 ，OK， 好，台湾政府的美国官方核可证明文件，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好，对对，就是在这里哈，这里什么？台湾 Government Foundation， 哦，一样，那哥伦比亚特区的政府颁发的官方证明文件哦。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这种关键字哦，我啊，像咱看苹果日报。美国台湾政府哇，挂一堆红色的车、黄诶、蓝色的车牌，我去抢龙，结果大家拢有看到啊。结果台湾自己当局的警察马上动诶，而且搁家己的车调走，为啥？伊是非法的啊，挂蓝色车牌，咱挂咱只伫坐伫停车场看诶，红底白字诶，好、哦，迄、那个美国军事政府核可的车牌。哦，下骹挂白色的，迄两排双排一两块车牌一定爱做伙挂，无讲我甲挂七块红牌就好。为啥爱挂迄块白牌？因为白牌是毋是都有保险？吼、哦，因为红牌迄部分就是讲伊保险的部分也未讲好，啊讲好，迄、那个白牌就会听伊上。但是足趣味的一点，我顶摆听秘书长伫遐讲，听足爱笑伊个台湾第一辆叫警察讲。哎、欸，你们可以跟台湾民政府中央讲一下吼，可以把白牌放中间，红牌放下面。哈哈，伊咧偷黑啦，连这毛个钱啦，其实吼，迄红色的牌你啊搭中，白色的牌你莫收起来哦，我地库底啊放喺车内底，莫赶快甲搞起来。因为台湾自己当局有管理权，我通有做说明吼，他有管理权。台湾政府正式完成美国官方注册政治组织的登记书，哦，你看日期哦，2013年7月3号早上的10:20，哦，这边政治组织台湾政府，台湾 Government Foundation 政治组织，面对外界不了解国际法理应有的态度，哦，笑笑。你那无了解啊，甲你吵啊，甲你诽谤，啊，你那都非法嘞，连你又去用抓的，笑笑嘛。有时阵咱伫脸书，甚至迄个网络的一挂论坛，咱咧讲对谈的时阵，咱足简单就是讲，伊怎啊来甲咱骂，我见互骂嘛。伊无了解咱原谅伊啊，他不了解，他没来上课。哦，没来上课，他用情绪，用感情，我们怜悯他，因为我们是讲法理的。他讲法理了，我们再跟他聊，哦，然后引经据典，哪一张法律，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都可以跟他谈，拢该讲不要紧。但是伊也用感情的，甚至用不文雅的字眼，甲咱批评，不要紧，回去讲，哦，咱笑笑好哈、哦。国际法理是狮子吼，不了解是诽谤，我们一笑置之的，低呀、啊哦。根据国际战争法，第一，占领无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台湾民政府 TCG 是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政府组织是在美国军事政府 USMG 架构下，中华民国流亡代理政权即将结束，将由 USMG TCG 接管台湾。哦，我们台湾民政府不是跟中华民国台湾自己当局接政权，我们是跟谁接政权？美国。所以说呢？刚刚那一个图很清楚，是两条平行线，不会有交集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我们有我们的。所以他们的警察看到我们台湾政府，台湾政府身份证持有人来讲，他基本上你只要不要犯刑法，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他基本上不会随便找你麻烦的。为什么？咱法律徛会条，去到对拢平安，咱啊一定要守法，因为咱讲法律，我们是法理耶。我们是法理，台湾法理，我们去哪里跟人家好好讲，和平平心静气跟人讲，我相信大家拢会当接受。咱讲一定爱争个赢，你知道？伊啊用感情、用情绪跟咱对抗的时阵，
咱基本上咱甲编号咱呀，原来就是感情，用感情用事就是安尼。爱不了解不要紧，时间会证明一切啦吼。谈法理，真理是狮子王。当这是世界名言呐、啊，哦，当有人侮辱你的时候，要记得狮子不会因为听到狗汪汪、啊、回头。哦，这第一作者聚会吼，拢会去念到的这段吼、哦，那这嘛是爱会记得吼、哦。但民政府的主张甲立场，第一，根据依据国际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反对美属建国。独立自治。第二，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伫台湾占领。第四，对中国实民政权。吼、哦，这个字不要念殖哦，殖民，要念实哦，食物业实的实民。对中国实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美国总统也有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就是安尼。目前也会当是安尼吼。日属美占哦，这是内底皇帝，唔是两只牛啊哦，日属诶。台湾是两只牛啊，不是哦、喔，是内底大家庭。我头一开始有啊，请出来。而且咱看到咱的金上陛下吼、喔，鞠躬，吼、喔，不是啊手安尼啊，咱看伊是啊，小顿顿低一下，吼、喔，莫来看啊，像习近平啊，可以吗？那个不是国际，会变成国际笑话、喔。因为看到天皇伊啥，伊这样目前吼、喔，君主。立宪二元制的国家内底，所有阶级内底就是咱的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上冠，过来是啥？英国女皇，英国女皇的女儿，看到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过半期呢，系啊，吼、哦，所以最重要就是讲，咱对咱家己的国家的主人要有信心，吼、哦，就是。国家主权吼，君主的迄个阶级啦，迄算讲等于咩啊讲，上久啊，两千多年、两三千年啊。啊，英国是后来才慢慢啊陆续的来嘛。啊，咱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主神武天皇、神武陛下，甲目前的迄个明仁陛下，几代啊？125代啊。哦，125代，所以无简单吼、哦。啊，咱做一念即句话吼。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法律。台湾民政府是法律台湾。好，千万要记得，咱要讲讲的是，而且个啥，咱是政府，台湾民政府是政府，哦。台湾法律是咱共同的信用，吼。咱要记得，咱看嘛，咱侪侪足侪信用，先道教，然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哦，足济啦，摩门教啊，但是啥，这些宗教拢不要紧，只要劝人为善，那就是好的宗教，哦，这样，咱共同的信用是啥？台湾法律，哦，台湾法律是咱共同的信用哦。养成每天上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哦的习惯，阅读专栏文章，增长知识跟内涵，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和周遭亲朋好友。和缓解说，耐心引导。吼、哦，咱甲亲朋戚友咧讲吼，慢慢讲，免着急。你看，时间很多嘛，那慢慢讲啊。啊，如果没有机会，下次再讲，下回待续，慢慢讲，讲啊，好好讲，啊，莫讲啊，面哦红，吼、哦、啊，大声就赢，不一定哦。咱好好讲，哎，也讲，你好好讲，你有迄个先困吼。我听看嘛，听咧，哎、欸，嘛想影咧，啊，就想，哎、欸，会了解，啊，确实咱的物件，法律的，经得起考验呐、啊，哦，真金不怕火炼，所以这法律来讲，基本上去到全世界所在，你讲拢会通啊，哦，袂讲像、欸、台湾是台湾的台湾，情感语言，迄唔是正讲的，迄是啥骗选票，哎、欸，你乖乖，我为台湾那身份证摕出来，我要选你，
无继续，搁去予中国人统治，去予阿强阿客去，那么中奖过吼，那讲，地方政府台湾第一种强就要走啊，很免啊，要过去，包括即马那年底啥物聚会啊，啥物跨年晚会啊，看看笑笑啊，因为遐是因的活动啊，咱无迄个啥物跨年，无跨年啊，因为跨年咱会怎样伫厝的嘛，看其他的节目，看看的，但是因的啥？因就是为着因的选举在铺路，吼、哦，但还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力，吼、哦。但因都是经历的道路，只因着迷失的本土大人倒归正途，一起循着国际法理安稳的走出政治炼狱，步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我是法理台湾人，不是感情台湾人，坚持法理台湾，台湾法理。哦。诶，好好诶吼，同学你有甲讲哦，头大家哦，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的宣传，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简称台湾民政府，公开招募4000名行政员，欢迎加入，有能力、智慧、坚持法律人参加，欢迎你的加入哈、哦。各地询问的拢伫遮，宜兰地区、花莲地区，哦，这里各机会，哦，联络处加迄个州政府的地址，哦。过来跟人讲吼，这是李永成先生，伊即马目前伫日本，吼，我有经过伊的同意来讲一寡简单的内容，吼，大家熟悉吼。台湾人到底是虾米人？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真正知影家己是谁吗？这张吼，这张叫做良迄、那个申请良民证，吼，啊，这张。这张证件，这个投官印吼，即马袂用个用啊，伊只用这间用个登一张俩，为啥？伊只要做迄个宪兵司令部才撤掉，后勤就是讲联勤司令部过撤掉，过拢撤了嘛吼，撤了后军法嘛无去啊，军法无去了后，闽南警政方面即方面嘛咧做撤退啊，哦。这方面啊，看因警察机关的这个道官印，开始拢无登，拢登这个蓝色的局长黄生勇。哦，这是当初迄个去年的二月测试，今年的二月测试。哦，好、哦，这是林永成先生，伊伫咧申请良民证，吼、哦，一个状况，以前阁有，吼、哦，今仔应该拢无啊。2011年11月2号。这张吼，这个新闻是伫越南发生的。为什么？因为发生去人拍死的迄个台商吼，伊伫越南讲伊是，我是中华民国的人，伫越南去人拍死。吼、哦，伊讲啊，迄、那个越南河静省七日发生一起殴打命案，8月7号发生的吼，台商死亡。被当地越南人以瓦片打死，在吃饭的时阵，跟人在冲突，哎，口角啊。为什么越南的人非常讨厌中华民国的人？因为跟中国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有迄个历史的恩仇，但是后来迄、那个为什么特别？讨厌中华民国身份的人，不是讨厌中国政府哦，是讨特别比中国政府搁较讨厌，就是中华民国。虽然我是中华民国啊，足强呀，即个我是中华民国人，你会当对我安怎？恁的人搁来阮家打工呢，还当那个次等人民，用这种态度，而且搁表明是中华民国。为啥安怎有这种状况来？就是这件代志，卢汉。哦，维基百科内底就知吼，这卢汉，伊是伫个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吼，蒋介石元帅伊派人去越南做占领，这人伫越南白吃白啉，做足侪歹代志吼。越南官方跟民间对卢汉的评价极差，因为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收。越南北部下属军纪败坏，强奸民妇，白吃白喝。台湾学者蒋伟文就是咱后摆台湾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吼，有讲吼，伊是掠夺越南北部的诚意。
陈仪伫台湾制造啥事件？大家拢知二八嘛，对不？二八伫遮，你只要受过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知识分子，伊就认为讲你有可能后来你会甲变盘嘛，因为知影台湾地位啊，阮是代表帝国的臣民来的，互恁遮个傲中国人统治。就是想要变，啊！伊为着要治理方便，甲遮知影的，不管啥物理由，你好好规章，好好伫厝的，看你的有诶无诶风景，伊嘛该掠去。伊有探听话，你有受过日本教育，就该掠。陈仪就是安尼方式，伊为着方便管理啊。当初发行迄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伊嘛甲日本，迄、那个甲美国讲啊，他为了方便治理，所以方便。用迄个识别证，但是甲咱骗啦，咱毋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骗人啊！哦，陈仪啊，哦，越南人眼中的中华民国是中国人里面最可恶的一群，台湾人却是太平洋战争里面越南的盟友。哦，咱看一张哦，维基百科关键字一叫怕太平洋战争，好、哦，你会当看遮资料，吼、哦，咱看两边，吼、哦，指挥家甲。领导者，这边就是同盟国，吼、哦，这边就是咱这边的吼，罗、哦、斯福、吼、哦、麦克阿瑟、各国哈、蒋介石、孙立人、丘吉尔、吼、哦、史达林、毛乌啊，好、哦、过来，还波登、布兰梅，这大家拢看吼、哦，你看这边大部分帝国，吼、哦，加上爱新觉罗溥仪，这对满洲国、啊。满洲国，伊讲五族共和一个国家，唔对。照国际战争化来讲哦，中国应该上无啊七个国家，汉满蒙回藏苗瑶嘛，对吧？啊，敢有汉人？无啊。哦，咱也记咱以前细汉受的教育，拢讲啊，我们是蒙古利亚种，咁真正是蒙古利亚种，唔是哦，那是伊弄。你为啥讲蒙古利亚种？那也不爱讲伊是汉人种汉族，因为因足清楚了解。真正的汉族吼，在蒙古南下的时阵，全部拢人抬了啊，剩湿湿啊物件，哦，湿湿啊物件，啊，你经过迄个基因演变，咱无讲讲落去，头先第一代二分之一嘛 ，DNA 嘛，第二代四分之一过来，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有登山公，有登山马，无登山公啦吼，系啊是，迄、那个安尼落去，你啊想我演变落来，都是。台湾的妈妈，啊，你啊 DNA 的话，到最后，台湾的血缘越来越深厚。我们为什么要去承认那个三十二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却否认了原来的三十二分之三十一跟十六分之十五？我们是什么血统？看都知道。他这样讲，其实他们有一个霸道的思想，就讲尽量会当个 QQ 来中国，把因壮大。因为一开始就是去用灭，去用消灭嘛，消灭了惊，变讲因为这种怪怪的一种个性，吼、哦，咱就知影就好啊。吼、哦，维基百科的评价要看吼、哦，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的人吗？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台湾人，最好不要离开台湾，哦，很容易丢脸，而且出事情了。像那台湾那个在越南河静省那个台商，就是安尼。我是中华民国人，你也当对我弄，这样怕死。这是李登辉先生哦，在靖国神社题的字哈、哦。我是不是我的我？好、哦，我是不是我的我？等下参军讲，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国宾饭店是不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哦，这同款的意思哦。我是本土台湾人，但我到底是啥？哦，按照国际法，我的国籍到底是啥？台湾是啥物？台湾日本是啥物？日本？我该对象效忠。哦，所以阿辉伯讲，我是唔是我的我？哦，这个分段，我是唔是我的我？好、哦。
要安倍晋三就任，要经过三个同意，晋三陛下的同意哦。野田佳彦，一家平成嘛，但是咱对我吼来讲，那叫做晋三24年哈，12月26号，哦，这是咱今嘛晋三陛下的年号名哈。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任命。人啊，所以政府啊，身上菜龟嘛，对吧？哎呀，你讲菜龟啊，足大张的，佮会养颜美容。你还佮继续骗落去啊，生苦龟啊，吼、哦，生苦龟啊，佮继续骗啊，哇，你生苦龟啊！伫台湾本地国台湾，台湾好会生个生出中国第一雄是无？拢去互骗啊，因为咱知影啦，猪啦。你是翘翘啊，但是会叫人骗，唔知啊，叫人骗你台嘛，唔知啊，哦，所以打人好足巧啊，而且战斗力第一，高刷高斯啊，义勇军战斗力上强的啊，吼、哦，叫人骗骗变中国猪，大家拢去领伊个心情，戆戆去啊投票，叫做中国猪啊，再去领因个票，戆戆投，然后然后叫人苦读啊，啊，你为啥苦读完，然后去行街路，啊，佫叫人骗去啊，啥无款。因遐政治团体钱拢会无款钱去，哇！啊，无改善啊，拢共款啊，搁较安怎嘛是因的母啊！哦，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进党共一党，共款哦，拢为因遐出来。迄全部哪啊？因遮所有政治团体、台独组织，伊主要全部合起来，拢为着支持中华民国就地合法来支持遮政治活动。哦，咱看足清楚，支持因就是苦到咱家己啊，欢喜着因，艰苦着咱家己。所以咱爱记讲，咱参加活动爱看清楚，这是怎主办的？中华民国体制下所迄、那个发起的活动，咱要看清楚。台独组织是啥？台独组织就是希望把中华民国用台湾的名义就地合法，要抄短路啊，无可能，迄毋是惊。正常的国际法律吼，所以永远未成功。就那亲像迄个火神去弄他们，弄啊规身乌脆脆玻璃有安怎？有安怎？因为法律是玻璃啊。吼、哦，国籍必有原则。西元1948年国际人权宣言第15条：人人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容无理褫夺，其更改国籍之权利不容否认。西元1997年，欧洲国籍公约的第4条规定，人人皆有权取得一国国籍，无国籍状态应予避免。但是咱头看迄个判决，本土人有国籍无？判决出来没有国籍啊？这是啥物造成这個总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甲台湾人的国籍为啥会无伊？因为即摆日本国一贯的，我头下嘛讲吼，北海道。本州四国甲九州 ，Okinawa 一起托管的，托管到日本国政府去托管，因为日本国加入联合国，所以 Okinawa 都到日本国就近管理，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用规个来讲，伊现在放弃的是管辖权，所以自然而然伊就甲咱台湾那个台湾人诶国籍都放弃啊，其实袂用安尼做诶，吼、哦，伊才有啥应予避免。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就这上明显的中华民国哦，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国民，诶，全世界上含的笑话吼。红毛猩猩受到国际濒临绝种的动物保护法所保护，没有国籍的台湾人呢，谁保护我们？哦，红毛猩猩都有动物保护法呢。想一想，南京大屠杀是谁做的？看那些因手起啦，这谁种的？哦，因为吐蕃啦，应该讲是吐蕃啦吼。吐蕃你看，因的解放军头拢如何啊？手起因的葬身的迄个衫，准备创啊？男的内底，这是伊一贯的态度。男的内底，南京大屠杀嘛是蒋介石的人去穿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人。哦，南美内底作乱，啊，嫁祸给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哦，我伫南京事件的关键报告内底有讲吼、哦，所以大家有机会 YouTube 也用查，我有
小夸公家的代志哈。要看夏殷周公啦，国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底 X 法料在讲哈，这就是中共的。2012年解放军脚下的葬身，想一想，1947年228，中国国民党枪下150,000大日本台湾人，是不赶快去啊？把咱吞打哦！蔡英文讲，多给中华民国一点空间，统一也是台湾共识选项。谁给台湾空间啊？因来呢，人客呢，多给他们空间。那台湾本土台湾人的空间在哪里？大家过较艰苦的。强盗跑进家门搜刮，不赶他走，还要认他当老爸。标准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可怜了。哦，那他有讲过吗？公民还是国民？爱看清楚哦。公民才有参政权啊。这下四种嘛，其实实际上有八种管理。哦，反选举、反霸、反创制、反复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有正反，不是刚刚四个权利哈。请问你领票时，为啥要摕国民选情的领票，不是摕公民去领票？违法了嘛？违法的，你已经犯法在先了哦。然后所以讲，全世界人看台湾人安怎看？这都明知故犯也来，我摕一张绿色的护照，缅甸阁是车脸白。你王军，你来，阮国家的有问题啊，所以去一定该百般刁难，该问，你来阮国家创啥？因为特色迄个皮，伊安怎改无好来的内页同款 ，Republic of China， 迄个流亡中国人啊，哦，所以迄张护照，另一来讲，迄咱根本无需要用，迄咱出国会计扎一张就好，哦，一张会计来扎，哦，晶片的。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首都南京，这阵啊新闻报嘛，对嘛吼，系啊，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哦，所以伊个国家要正常化，哦，这台湾自己当局要正常化，请你登去南京去建立家己政府，因为土地啥拢恁个，家己去瞧，哦。1945年大日本战败，借由麦克阿瑟命令来台代管。流亡宪法的主权、领土、人民何时包括台湾？187条的宪法本文以及12次的修宪哦，完全没有包括台湾领土、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伊安怎修拢无法度，因为伊安修，全世界拢在看，你只要违法，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讲话啊！哦，像当初大日本帝国到大清帝国战争的时阵，有一个奉天。吼、哦，奉天就是辽东半岛的部分，清国甲辽东半岛挂号在日本帝国，但是这部分有三个国家当初就跳出来反对，吼、哦，跳出来反对了，在日本帝国上对，即个然后再个回割叫啥？辽南条约，甲辽东半岛佮回割等于为啥？为着遵守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甲万国公法。把这个辽东半岛奉天的所在挂灯，海灯的火，清国啊！吼、哦，你看嘛呀？吼、哦，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维基百科就查的吼、哦。你有蒙家人的，是你的领土，你为什么在这个领土上有领事馆呢、啊？啊，请问姐，好、哦，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1931年4月6号开馆，1938年2月1号降旗闭馆。哦，这所在离中山北路2段112-1114号已经拆除了，是华南银行圆山分行的所在。哎，维基百科就查了在哈、哦，中华民国驻台北领事馆是建置在国内的国外机构。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说是本国领土还是外国领土？一定要做清楚啊！流亡民国的宪法内有效公民没有参加选举，中国政府刚好来，所有的
十二亿哦，怎啊？我毋知影因偌济人啊，敢若全部拢来台湾投票？无啊，哦，有啦，派代表林清时啊，啥遐来投遮票啊，白嘉莉啊，哦，啊，由非宪法内台湾人投票，这样总统有效吗？哦，美国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称台湾当局，哦，这有效吗？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n Taiwan，台湾当局们的政决。因为作势政府单，因的政府单位就是因的行政单位，民间组织嘛，所以叫 authorities， 哈、哦，正确讲不是中华民国啊，而是哦，健康的台湾当局嘛，你第一个 AIT 来的网站，你有看得到啊？哈、哦，台湾关系法 TIA， 哦 ，TIA 不是泰鲁格号缅甸本的哦。欸、我冇咧怀疑讲，迄泰鲁格号头前喷的 TIA 是咩，予大家看啊！这台湾关系法搁咧走啊，泰鲁格号啊 ，TIA 啊，直直走啊。那看清楚吼、哦、，TIA 是台湾关系法，迄是对台湾人足不利的一个法案。你看，它保障中国人，不保障台湾人。哦，世界上有200个国家呢，它有为什么只有美国台湾关系法、哦？中国跟台湾有关系，怎么没有中国台湾关系法？他有供给哈。那、哦、台北市血捐基金处是税还是捐？税捐？捐呢、啊？是你家己欢喜感恩啊，关乎可怜的流亡者。可是他们可恶还是可怜？哦，这些盈利的财政收入没有分税啊，是捐，税捐，税捐，哦，捐，你管呢？哦，你看现在逃亡、空袭哦，还有优先证呢，35年分呢，党政军眷属优先证，哦，急难避难防空洞的优先证，当然没有，因无啊。即下拄着空袭，因先入去的，有即个证件啊，台湾人诶，放喺外口，哎呀，拢有特权。这个是吼、哦，中国国民党不敢说的事实，中华民国民进党不敢面对的真相。哦，就清楚我要讲吼，台湾人有两种，正白前生活在台湾不曾因移民改变国籍，是世界公认的大日本。台湾人及其后代 ，The people of Taiwan， 正确国籍是 Empire of Japan， 大日本帝国。哦，这就是咱。哦，1945年甲1949年流亡来美国占领地，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的吉纳难民，哈、哦，就是啊，假农民，农民之家，唔对吧？这个叫应该叫难民之家，那个起啊好，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区哦，就是伫。台湾何康的嘛，咱国家饲的，咱全世界对难民上好的，就是台湾人。对，健康吼，正确国籍啊，叫流亡来的啊 ，Chinese people in exile in Taipei， 正确国籍 China 中国，这两种人南南做伙举办的任何的共识选举活动有效无？无效，像。一口罩，一家人，哦，大家长在遮，啊囡仔，啊个男男，北京厝的人囡仔，拢大大做伙一间厝，啊咱兜吼，迄、那个电视袂掉，好无？来举手，啊万一啦外口的人，比如人住二三十个住在厝的，咱厝的剩五个，电视咱个啊，哪会好二十外个来决定讲电视要袂掉，无合理哦。哦，所以这选举一定是不好的哈、哦。好啊，时间到这，好、哦，以上。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
Thank you.